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胡志凡大哥的潮间带养殖，稍微帮我们介绍这里。这边是属于澎湖的白沙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六个是我的养殖大哥。那我们都养什么？我是以石斑类为主，东湖斑、龙胆石斑、青斑。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养殖？我是军官，然后服役六年以后退伍，从我父辈接手这个养殖业二十年左右。20年了，因为我们一般就听到鱼温啊、响网，其实对潮间带的养殖是很陌生的。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潮间带养殖吗？潮间带它就是在海岸线沿岸，就是利用潮汐差、高低差去更换它鱼温里面的水。因为像今天现在涨潮，是涨潮是两潮沟嘛，水现在它是进来的，它退潮以后它又降下去。好好好，它一天大概做两次这样的循环。为什么我想要选澎湖的？我们澎湖的海水的咸度比台湾高，我们这边鱼的成长的速度也比较慢，它的肉质会比较 Q 弹，比较甜。带差别在就是饵料，因为我们都是吃下杂鱼，那所以带也就是跟野生的差不多。最重要就是水质啊，就是跟天然一样，你潮汐换水嘛，涨潮它就出去了，我们不用去靠药物什么去控制它的水质什么，就是都自己天然为主。困难就是寒害的预防了。我从刚开始的用铁桶，一整天呐，去海边捡那些漂流木什么回来烧，然后晚上烧一晚就全部烧光了。然后后来就改成用锅炉，可是那种成本就比较高。养殖的过程中，有一件事让你觉得最开心？没有。怎么会？其实我等于是全年无休啊，照顾小孩一样，所以其实这是蛮累的。你真的你也没办法出去好好的玩，或是哦，有些赞。